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叶晨峰。相信有很多小伙伴都曾经接过骚扰电话，还有一些推销电话。像我，因为之前填过很多的个人信息，还有使用过很多的 App，所以经常能接到一些骚扰电话。但是现在手机一般都能识别出部分的推销骚扰电话，3天2头就能接到一些推销的电话，所以我也特别的烦。最近我发现可以用 AI 电话助理。然后我就使用了一下这个功能，发现真的是太好笑了。我特地录了2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这边是东方财经的，是专业做股票研究的分析机构。那我们组建了一个股票交流群，群里每天尾盘免费推荐一只新股。我可以加一下您的微信吗？您可以关注一下。喂，能听到吗？等我一下，请等一下，喂，先这样，不聊了。再见。我们早盘免费推荐个股以及盘中资讯都是非常专业和精准的。那如果您做股票的话，相信对您还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您可以留个微信关注验证一下。喂，能听得到吗？喂，在听吗？请等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您说我在听呢。哦，您的手机号就是您的微信吧？那稍后会有客服经理联系您，您通过一下，我再邀请您进群。听着呢。那麻烦您报一下您的微信号，我记一下。哎。好，祝您生活愉快，谢谢。哦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如果不接这个电话的话，下次他还会打过来，所以就选择去接他。我们再来听一下下一段对话吧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广发证券的，看到您近期要有关注股票，咱们公司呢就是特意组建了一个股票交流群，特意聘请了金海分析师，群里每天呢都会推荐3到4只牛股，我邀请您进群里关注一下吧。稍等。好，那我加一下您微信，请问您微信就是您手机号我码是需吗？要，谢谢。那您微信号是多少呢？我记录一下。哦，等我一会儿。好的，请问怎么称呼您呢？等一下。好的。请等一下。那我先加一下您微信，您不忙的时候同意一下，到时候呢会有牛股推荐给您，完全是免费的。喂，能听到吗？等我一下。好的，那我等一下挂了电话加您微信，您同意一下，到时候会有牛股推荐给您，完全是免费的。啊。好的，感谢您的接听，祝您生活愉快，再见。请等一下。他可能意识到不是真人在接电话，所以他后面就把电话挂了。其实我也能理解这些打推销电话的，他们也不容易，因为每一份工作也不容易。但是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烦这种电话，因为接的太多了，所以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就是我感觉用这种 AI 助手，总比直接拒绝会更好一点吧。虽然两种都对他不太好，毕竟他们是推销业务的，无可奈何。现在的个人信息泄露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